吧，你们去看一下你的录影带好不好？然后重心不要一直往左边跑，重心在右边，麻烦你的右脚踩下去，不要勾起来，不然就会歪掉。不要绳拿得太长，放风筝啊，没有握紧呐。然后跟呢，左左呢，我要提你几次，然后再放下。再不行，你等一下下来背着那个玻璃跑。他那么辛苦载你，结果你所有动作都没有做，看一下镜子，你手到底有没有固定好？爸爸，这边的墙就。